课不好说。我这个给你。我上次就是五号线。哦，但是还是有点晒呀、啊，主要是晒太阳。这边也是又直交车，我这五号车道，我那天就五号车道死掉了。我就是六号车道吧。三号车道我差不多了解了，四号车道我。是吗？坡道下面，我感觉车挺多的，那边。看到了吗？排队的。排队的。太热了。刮过了，就是太瘦了，最近都没怎么吃啊，看你这么瘦啊，肌肉是有的，有一点点。就是五号车道点在左边，
好吧，哦，点还有什么点？哦，正好签个点。哦，是四号线的点是吧？这是四号线吗？对，这个点还是对这个中间啊。对，是不是也不行了？对这个点。嗯。是不是对这个点？看看这个大号。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是不是对着那个点了？对，那个白色点是吗？白色点了。对。哦。有个点是中间，这里都没有。天哪，我感觉好恐怖啊！是白色的点。对。这四号。四号线。我听。哇，好热。雨伞我拿一个吧。雨伞，我去拿。太危险了！我操，太危险了！轿车，四号。练一下吗？要不？还涨吗？那这先等一下吧，要不？感觉九点多，
这个展望村吗？有一个点，这是一个点。看白色那个点。这个在这里。鸭血就不行了。
啊？哦，你。